Hi, welcome to my vlog. 那上一集呢，很多人问我，看到我的车镜为什么爆了，给那种萝莉的石头含到，总之它越裂就越长啦。所以我现在再看看到底那个 insurance 能不能赔。我是有埋啊，暂时还没有这个时间去弄。那今天为什么要拍 vlog 呢？因为我们会去访问5566，住在 Steady Gang 的频道。首先呢，第一支影片就是我们的 MV， 我们的 MV 就要剪着啦。也就是如果看雅的 vlog 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会跟日本的团体Ballistic Boys 合作一首歌。那接下来第二个影片就是这个访问5566了，是不是每一个人很有诚意呢？好了，我觉得自己太吵了，我真的很兴奋了吗？就今天呢，本来我们去访问5566，然后我们已经寄过好多次的问题呢，都不过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5566呢，他本来就是在台湾已经有参加很多综艺节目，我们 propose idea 全部都是做他们啊，又或者是比较好玩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全部一律都拒绝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只能认真的访问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董梅多呢就穿 steady 的衣服，然后我们本来讲好就是我们三个人要一起穿西装，所以剩下谁？剩下哎呀，一个人穿得很正式了。所以等下呢，我跟董梅多就一直坐他，坐高他，弄到他好像很正经很紧张，然后我们就两个好像若无其事这样。所以等一下看一下他有什么反应。还有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呢，就是10月24号呢，就是我的生日啦。我想做一个题材影片，就是收集大家想要送我的礼物，不管你送什么我都会开哦，然后并录进我的生日开箱的影片里面，好不好？我是 Danny 的 ，OK。所以你们要送什么，赶赶来，最好是送我 iPhone 23呢，就是那个 iPhone 后面哦有23D 镜头了哦，我可以中国把声中到去 KLCC 降远，谢谢，先跟你们讲 Thank you。如果你也想要你的礼物出现在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寄到以下这个地址。OK， 对，期待收到你们的礼物。OK， 让我们一起完成这支影片。哎呀，没话不多说，马上就要去到见5566。啊，我诚意的邀请雨神，每天都下雨，全部吸的都是新鲜空气。Thank you very much, I love you. OK， 我已经到了，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有点太准时到，应该要提早到。Let's go, let's go. Oh no， 花了。哇，这个铁打在我的车，好心痛。OK， 阿雅跟他们都已经在七楼了。其实经过上次访问洪景宝大哥过呢，这次就没有这样紧张，因为我有两个兄弟，所以没有这样紧张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一会我们先拍一个开场。怎么改穿黄色衣服了？他在那换衣服的意思，他还不懂啊。小姐，你猜他底下的套装，他底下会是怎样？底下已经乱掉。你们到底是做末？我要穿西装。是好人讲的，是好人。我是好人讲的，我觉得我今天穿的很像服务生一样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这边做好 set up， 然后正式要换衣服啊。我们这次会穿比较正式西装啊，这些正式的衣服来秀我们的诚意，在这个访问啊。没有烫衣服啊？刚买啊？冷啊！哇，还特地去买嘞。哎呦，买多少钱？哇，119哎。今天呢，我就叫 Steve 来陪我去买西装。你长相大，没有什么穿错西装。一定要穿西装吗？你问那董豆跟好的那个鬼啊。这三件衣服，看一下适不适合在5566的时候用。这可以，那这个可以扭。这个我迟早有一天会瘦的，真的是。笑什么？你真的帅。对，你的兄弟特地去买衣服嘞，他现在才脱啊，看到没有，119啊。哇哇，大伯派他们谁？5566。两个人一起。哇，你很尽责哎。Of course。不过没有汤啊。其实 Smart Master 买的，买的，
一下穿出来，我就不懂了，要怎样搞？就是我们一路那个跟他讲，我们没有我们的衣服很容易换的，就是直接套上去。对对对，像我们先坐那边开场先。好，现在要换衣服了。哇！我现在整个很像那个在那个酒楼里面捧场的那个服务生，他们不是讲要换衣服了，为什么他们没有进来换的？我觉得我一定是中招，如果这一次又中招的话，我决定马上换巴士。他换好衣服了。哇，很好看的那个。是呀，我还有领带的天。你这个 vest 也是特地买的吗？不是领带，纽带嘛。有在那。那么你们还没有换？现在要搬过去先来讲。买。买啊，还是一起的吗？这个多少钱？我硬硬叫那个 promoter 的人送给我，可以吗？我讲我没有东西很空。你这么你要选一个红色？没有啊，你看全身黑白，然后很空啊，就放一个有颜色啊。其实你可以选一个 Tiffany Blue 颜色。红色比较耀眼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去 set up 先，等我们再换衣服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要进去访问五六六了。这里等一下会有什么内容呢？你们锁定我们 Steady Gang 频道。拍完看有没有办法拍到他们主动的挖鼻息啊那些动作啊，有的话就放给你们看，没有的话你们就看现在这个影片啊。我是不是要用很正式的华语先？你的正式华语可以了吗？你试试看，你问的那题是讲，还记得谁来过马来西亚最多次？你这个最好是正式，不正式吗？你正式给我看，我还记得吗？谁？来过马来西亚哦，我们不可以浮夸，不是浮夸，这是正式。你要正式一点，正式一点，你要正式的华语。还记得吗？你们都还记得吗？你试一遍，快点试一遍，练习一下。还记得。很厉害。这样 OK， 你问第三题，看正式最喜欢买什么？你们的最喜欢什么马来西亚？蛇，买一下我蛇了。你要正式一点，正式有啊。最喜欢什么马来西亚的食物呢？没有呢。哎，第四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我们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偷偷来过你，第四个问题又再来问你，你一直请还是请？这样你有没有试过？你第四个，哎，中了两个四。是啦，第四个问题有没有试过来马来西亚？不是做工哎，纯粹旅行哎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谁来过最多次跟纯粹来旅行是两回事来的吗？那我们第二个就问哎，来过马来西亚最多次，偷偷来了也要计算。小树。这里有一个问题哦，是这样的，还记得谁来过马来西亚最多次吗？偷偷来的也要算。偷偷来啊，就度假来咯。OK 啦 ，OK 啦，有时我会延长啊。偷偷来，不要过分就可以了。OK， 总之你等一下要正式一点。对，我们正式一点去。因为你都领带，你的 ribbon 都打了。最多次吗？多次吗？就是这样，我这样子，我一定会一边笑边讲。就是这样。记得谁来过马来西亚最多次吗？我帮你补。我会帮你补，就所以对不起啊，第一次访问艺人太紧张。那还记得谁来过马来西亚最多次？偷偷来的。欸，他们会不会等下看我们一下你头像图像，然后讲我们不尊敬他们？讲啊，我才不要笑。总之，我是原厂的那个。现在我们继续练习，很紧张，要进去到我们了。OK， 这是我们 set 好的问题，帮你们看到吗？很多，然后已经被换了很多次，因为很多问题，如果是 steady game 问的话，是不可以出解的。OK， 到我们了，Let's go。 我们要来聊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问你们这个重要的问题，你们都还没有问。Hello， 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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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浩然，浩然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我
叫 tomato。 tomato tomato 啊，番茄。哦 tomato。 哎呀哎呀，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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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OK， 你们是一个 group 吗？对，我们是一个团体叫 Steady Game。 OK， 我们是玩 YouTube。 首先呢，就是很开心欢迎我刘璐来到马来西亚。谢谢谢谢。那就最近我们就在 Facebook 已经被洗版了，就看到你们的在孙外旺的那个粉丝见面会啊，就非常爆满啊。谢谢。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呢，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少见，真的很少见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是爆满，路人比较多。那么我下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，现在已经迈进2020年了嘛？嗯。然后你不要紧张。不要紧张。平常会这样。他平常是会这样的，他平常不会这样，他平常不会这样。如果问到很漂亮的女生也不会，都不会，就问到你们就。那你问到我们这样，他不会。他是弯的，他是弯的。你们有没有来过马来西亚这样旅游这样？有，纯旅行，纯旅行。我还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偷偷来了有没有？偷偷来。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要跟马来西亚什么艺人一起合作嘞？什么？比如 YouTuber 啊，比如 YouTuber。 对对对对。你刚刚是意思说要讲你们是？啊对。我懂了。那为什么只有他唱两两？有啊，我觉得最近我们现在要唱，那你要表演一下，我们觉得还就要开了。有没有真的可以让就是五五六六平平分？有没有现场？唱我难过。对，我要表演你们的。我怕你们太难过。其实我们不是媒体的，我们是YouTuber自己，对，我们是很受欢迎的。对，不是算很受。突然遇到我们要变很严谨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其实已经尽量少讲，多讲。我们因为我们在YouTube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然后来这边我们要控制一点，不然很难走出去。你看，希望让你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。我们也想要看你们不拘谨的那一面。可以 YouTube 看。这样我们骗到三个多了。耶耶。谢谢，那祝你们演唱会成功顺利。谢谢，我们会去支持，我们会去支持。可以，一定会尽力去支持。OK， 来拍照。拍照。来这边一排，来三二一，拜拜，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辛苦辛苦。谢谢。谢谢。他们这些凡穷骗我换这个衣服吗？你们这个不给！原本就是要穿这样子的，我真的有带来呢。他突然间来跟我讲，哎，给阿雅一个人穿这样。刚才我忘记租借你了，你没有发现我忘记租借了这个东西？我租借了。他真的很专业，特地买了，买了百多块啊，可以 claim 的噻。啊，你不要看阿雅这样啊，每天啊，然后里里拉拉这样啊，访问了，很专业的，特地穿西装这样啊，还打领带啊，我没有讲的。自己的，我都已经不能什么讲话了，我就特别你。然后他还要用很正式的华语去讲话，一开始的时候笑死我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一开始你那个尴尬，如果我没有这样笑出来，你很难过那场，根本过不了那关，你知道吗？我旁边听到已经断了，里面有证人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啦，你们想要看那个访问是怎样，一定要按上面这个 link， 快点去看，太好笑了。大家，这个也可以哦，你不可以有私信啊，这个叫见钟剪好了呀。OK 啦，今天我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记得 subscribe Steady Game。多两次哦，不然你讲这样喜欢讲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跟我一样，我每次讲都是，每次也是讲我这个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然后就再继续讲话。那打来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不要搞笑了。